世界阿弥陀经。十方十地色，大家五十，今日又个礼拜日，也是咱上基山善护寺举行全民念佛的日，八月三十、九月三十、十月三十、十一月三十，以后所有每个月的三十日，拢是全民念佛的日，各位要知影。咱念佛者，咱的佛声传遍法界，传遍虚空。这声音地球因为有咧动，所以咱这照到全民，敢若台湾或者咱其他国家有收到的十方善知识、善行大德，咱大家共同来念佛，这个功德非常的大。咱念佛的功德，也要回向咱的祖先。回向予法界的众生，会当当证菩提，得到菩提果，这功德非常的大。咱用钱讲救济一时啊，吼，这是真殊胜、真有功德。但是呢，佮加上啊，鼓励人认真念佛，咱大家的功德就更加大。所以，一个有形界跟无形界，在心灵的世界或者无形界，心灵世界得到法喜啊，这力量是不可限量啊！啊，所以咱念佛的功德，再搁再甲各位哈、提醒一下，念佛的十大功德：消灾解厄、福慧增长、事业兴隆、合家平安、风调雨顺。社会祥和，我国丰收啊，国泰民安啊，天灾永续啊，世界和平。咱念佛有这十大的功德，这十大的功德啊，你任何什么钱买都买不着，因为咱人上伟大、上大的功德是发的布施，法师发的布施啊。所以咱提起人念佛。功德真大，啊！咱建议人念佛，功德真大；自己念佛，功德更加大。哦，因为咱自己念佛的时候，咱知影这真理，知影念佛的功德遐尼好，遐尼殊胜的时啊，咱自己认真念佛的时，用着念佛，用着南无阿弥陀佛，咱不一定爱在家出家拢同款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啊，你功德非常非常的大呢。咱拢是在修行啊！曾经咱一位老菩萨啊，伊咧讲话听，伊较早就是皈依一位师父啊，少年啊都啊做田人真艰苦啊，真艰苦咧，饲囝饲遐大阵咧，饲个来咧已经七十岁，只几个放骹手，囡仔拢大汉啊，啊七八个囡仔拢大汉啊，个人去成就。那么这老菩萨啦，有一个一年当着一个老法师啊，伊就讲讲老菩萨，老菩萨，哈，你这囝拢已经成就啊嘿，哈，你好放下修行，认真念佛的时，你这囝会真顺时。你所念的佛的功德啊，第一所得到你的祖先会得到这个功德，第二你完成这处得到念佛的功德。啊，因为消毒心内的怨恨啊，不管啊，过来咧，你念佛咧，虚空界咧，真济会甲你支持。你个念阿弥陀佛的时啊，咱足济圣神听到你念佛，拢爱落来甲你看嘛咧，甲你斗赞叹，甲你加一个，甲你赞叹，甲你斗加持，有灾有厄的时啊，伊甲你会排毒掉去。好，过来咧，你咧念佛的时，吼，囡仔完成这处，
因为你的念佛的功德，甲你本身你的念佛啊，将你过去完完结结含你只囝的完成借助呢，会当一个一个一个消毒啊，消毒这个业障，消毒这个怨。所以啊，你爱念佛啊。这个老菩萨听到安尼讲念佛的功德，遮济的功德啊，遮尼殊胜，讲未了的时啊，这位老菩萨下决心认真念佛。啊，伊在念佛，在念佛，这些西沙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七彩嘛，阿弥陀佛，持戒嘛，阿弥陀佛，持咒啊，持地啊，持净身啊，拢是阿弥陀佛。有一天，啊，伊家己在困的时。有困那无困，梦中嘛好，也是直接直接感觉嘛好。你看到一阵精神，甚至精神啊，在伊面头前变作人，好加跪加个感谢。伊讲我这个老菩萨啊，我敬爱的菩萨，哈哩，我甲你结虽然遐只恶缘呢，哈，我因为过去无。好啊，做人无修行，所以出世的畜生，做猪啊、狗啊，啊，这些精精神神的，鸡啊、鸟啊、红太太，一些一些行人的祭，啊，我伫恁家嘛行足些祭起来嘿，啊，真感谢，啊，今麦来呢吼，啊，我听到你念佛的声，我顿悟着，我下我的心。我嘛爱念佛，顿悟着，互我去反省忏悔，所以啊，我真正感恩你。大家拢遐侪精神，鸟啊、鸡啊嘞，哦，我啊，拢变做一个人，一大阵足济哦，全嘞，甲磕西头，讲我袂甲你找报恩仇啊，而且甲你感恩，啊，祝你只囝囝顺顺，大家拢有好头，过好尾，啊，都无遐。遐就精神起来了，家己哎，这是真啦，假，然后去佛祖面头前去拜杯，佛祖啦，因为三个杯无唔对，所以这位老菩萨啦来讲话听，几年前啊讲来去新闻时讲话听以后咧，讲老师啊，念佛的功德实在殊胜，我对啊，我病病到遐么死去死无去的时，我嘛台湾祖师救我多啊，谢老师谢妈妈，吼、哦，这救我多啊，叫我知影爱念佛，啊、哦，知影也爱念佛，叫我好好修行，我将我的命救起来了，我嘛真正感恩着台湾祖师诸佛菩萨啊，各位是方神的心，所以念佛的功德非常殊胜。几个神师王禅老祖才开始啊，自八月三十，咱播出这个易经风水面面观一千集，迄天开始以后，吼，若是我一代时，这节目继续去播的是一定带大家来念佛，提醒大家念佛，大家共同来做一挂念佛的工作，会当行功立德，会当念佛的，将念佛的功德回向十方法界众生。王禅老祖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十一月初四伫咱台中道场举行破土典礼，祈求世界和平啊！咱举行这啊念佛这大法会啦，非常一殊胜。总共参加咧有每个6万人，现在请大家咱共同来念佛祈求世界和平，天灾永息。Amen.
是好，我先提醒，咱看到遮侪人在念佛，啊，大家心情、心境，啊，遐尼的慈悲，咱才会当体会到念佛的殊胜功德。咱自十一月初四，咱祈求世界和平、天灾永息，念佛迄当时，万里晴空，而且呢，咱上基山开宗门，为心宗。为心是宗啊！咱有了心，咱来念佛，世界的和平；咱有了心，咱来念佛啊，事业的顺遂；咱有了心来念佛啊，咱会当消灾解厄；咱用迄个心来念佛啊，咱会当一个五谷丰收啊，社会祥和；咱有了心啊，咱来念佛，咱会百病。咱渐渐会消毒，咱有了心来念佛，咱家内囡仔渐渐会过脚，咱有了心来念佛者，咱的社会大家互相相尊敬，咱有迄个心，咱的念佛者，咱人甲人中间会互相相尊敬，互相相尊重啊。所以理念一致，出在于一心，一心。咱共同来修行念佛的时，天下太平，世界和平，天灾即应息啊！各位是奉神之说，好佛法之妙呢，在于咱的心，万法在于这心，万法为心嘛。所以咱伫这个十一月初四啊，迄天拄九月十九，观世音菩萨圣诞之日，也是本人。中生二十周年，等于台湾祖师开始讲啊，都二十岁啊，啊，所以二十岁两个十合起来，我的心甲国的心，或者国的心甲佛的心甲神的心，我的心甲佛的心，我的心甲老祖的心，所以大家的心拢合起来相吸啊，相吸两个心，啊，那耶稣安尼合起来看心。所以咱大家以心为宗啊，那老早开始啊，啊，咱成立为心宗，为心是宗，丢心以外，无什么好以外，为心以外呢，咱万行代志呢，嘛是要靠心啊。所以大家一记哩，迄个善心爱主，爱好啊，提起来用，慈悲的心提起来用，咱清净的心一记哩，咱是。就是好啦啦，咱若有清净的心，咱就有智慧啊，有智慧就是佛嘛。那么你要达到清净的心在倒位呢？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集中精神加力量啊！哦，所以咱以一经甲咱开始啊，念佛啊，集中精神加力量，咱就会产生这力量出来。正经咱这位信徒先生啊，啊伊咧嘛真认真念佛。有一天伊到小学来，伊讲老师啊，我回想着十几年前，啊你叫我念佛啊，迄阵呢你伫台中叫我念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讲我无啥会记哩啦，伊讲我着足袂顺时个啊，家内囡仔真无乖，啊太太身体。搞咩？啊！我事业愈做完人节节愈济啊，唔知要安怎？当时我求助无门啊，去红界红色嘛无效，我就是劣业劣啊！啊！所以老师，你叫我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向我切切叫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咧。好，我一定要念错，那是落地狱。老师，你我要找你算账。啊、哦，所以一等下认真念南无阿弥陀，用多念，反正时间就念。囡仔你无乖，伊就放一边，一定静静坐咧合掌。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。你甲想囡仔伫咧手内，甲想囡仔伫咧手内，像莲花捧起个合诶。啊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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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你的声音甲传对手盘内底是，你囡仔坐咧。甲你坐共遐，甲你相对，你啊，啊个合起来，你甲观赏起来，啊啊，就只个包起来，像莲花个包起来。啊，囡仔坐面内底咧，你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声音只有一个空，吼，声音内底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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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直念佛，
无偌久，囡仔一日乖。啊，太太身体无好时啊，就想想起来，请佛祖甲我太太魂魄啊，是那个，你请呢？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这里念南无阿弥陀。结果太太身体就一个圆满，事业未顺失，直直顺失啊。所以我搬来这以后，搁起来，作一个感谢的心。我你爱集中精神。你自然有力量，你若无集中精神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，达最无效的。集中精神，你就会当万力完；集中精神，你就产生力量。包括你的事业，你未顺时的时，完工安尼心真乱的时，你用个说完工，个就看作菩萨，看作佛祖，看作菩萨，个请起来，个下呗，一日念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啊，然后呢，请佛祖、观世音菩萨啊，众神呢帮忙，吼、哦，甲我这囡仔，也是甲你完工顶呢消灾解厄，让伊身体健康，让伊当平安顺遂。你爱善念去做，结果伊损失啊，所以伊嘛甲伊这妙法讲予一挂朋友，有诶无相信诶，拖拖磨磨有相信诶，啊，伊嘛是渐渐地损失去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当时甲开始救人不如救家己啊，救家己不如救真真正正诶家己。咱迄粒心为心是宗，咱迄粒心。大家爱会记哩，这个妙法啦，哈，因为我几十万人的经验，哦，我将这个法来传予大家，咱在家修，在家祈平安，咱啊，大家那平安者，咱自自然然呐，咱一切都顺心。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到这就断了。